1911年2月27日，两个南洋来的少年抵达广州，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将要加入的是起义军百人敢死队，500步之外的总督署就是敢死队激战的地方。于东雄、郭继梅生命的最后一步就是从这里出发的。黄花岗的墓碑是他们最为亲人所熟知的归宿。在这72个生命中，有29个是从南洋归来的。他们是教师、记者、老师、商人、学生或工人。他们出生在南洋，很多人第一次踏上母国的土地，便是为了奔赴死亡。父亲大人膝下，儿是次乃参加敢死队之前锋，儿料必死无疑。府院大人恕之量之，夫妻珍重，就此绝笔。这是25岁的劳培的遗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祝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是24岁的林觉民留给妻子的信。我们早将生命置之度外，无论如何猛进，一往向前，事无反顾。18岁的郭继梅，从此永远诀别了他结婚3天的妻子。视死如归，地之素质，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只有17岁的于东雄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成为埋骨在黄花岗最年轻的生命。17岁、18岁、24岁、25岁，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象，100年前在这样年纪的青年心中是怎样的家国，怎样的明天，怎样豪情万丈的理想。为了那个从未谋面，也从未给过他们任何荫庇的国家，青年们毅然献上自己年轻的命，因革命之名，他们终于通过死亡而在母国获得了永恒。然而，牺牲距离为之牺牲所盼望的理想国还路途遥遥。新生的民国在蹒跚地运转了20多年后，日本的侵略让这个国家又遭遇到更大一次民族存亡的危机。但在这一段全民行动最终汇聚为全民回忆的历史中，南洋的华人却有总在叙述的角落。新加坡华侨中学是南洋享有盛誉的华文学校。1938年10月，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联合总会在这里成立。
此后，800万南洋华人为了抗日救国，没有芥蒂，相互合作，出钱出力。整个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每月筹款700万元以上。当时这个捐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种就通过卖花，还有呢叫义演、演戏、口琴啊，或者是地方戏的，还有呢就是现金，把自己的金首饰啊就拿出来。1939年，100多名菲律宾华人青年回国从军，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大湖保卫战的主力。在当时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了1/4。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都是华侨子弟。1939年，日本占领广州，就此切断了中国的全部海上交通。于是，前一年修建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连通外部世界唯一的国家生命线。有路有车，但在这个拥有4亿5000万人口的国度，却难以凑齐运输所需的司机和机修技工。西南运输处在1938年那个汽车通，滇缅公路通车以后缺司机的这个情况底下，马上就想招募华侨。1939年2月18号，农历除夕的那一天，第一批就出发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直到1939年的9月份。实际上不止9批，由南侨总会发出号召之后招聘的南侨技工，一共有15批，3200多人。1939年，3192名来自南洋的青年，将他们的生命与这条1453公里的公路系在了一起。滇缅公路0公里的界碑在云南昆明，而所有3192名机工的0公里都要从南洋算起。黄铁魂是当年开车走过滇缅公路著名路段24拐的一等驾驶兵。考试啊，考到咁样啊，屋佢嗰啲人啊知道啊，佢打痕啊，唔俾你走啊，所以我都改名啊，改咗名佢咪唔知道咯，啊，等我上到车出咗发。不都遲咗咯，都幾日就到昆明咯，啊係咁啊，好多係佢改咗名嘅，上到船啦，佢一破開船嗰啲櫃子咧，你點樣救啊？你走唔走？啊，至今係行去昆明去重慶啊，到貴州嗰只24灣啊，嗰啲有名嘅，嗰個趙思岩啊，佢本國人叫。一照六師姐師啊，少尊啊，我咧就安在照死啊嘛，安在初一反車15度底就係嗰時，就係24灣啊。老人不仅一直保留着当年的那身军装，而且还能记起当年唱过的歌。《义勇军人》啊，在飞班南有个咧，有个《义勇军人》啊。起来，为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钱用，做出我们的善行去，就是。从辛亥革命到抗战，30年时空变换，国家的伤痛未变，南洋热血青年的报国热忱也从未改变。
我是洪家贵，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这个手教会去报名。当时报名的时候，他们拿那个第一批回来嘛，就降了。他拿那个照片来给我们看，他说很辛苦，你们去爬，回去去爬。我们说我们死都不爬，我们就为了救国。为了打日本，不当反公奴，所以我们呢就这样回来的。大刀向贵州问题朝上看去，到1942年，的全体南桥机工复员时，这3000多人的队伍中，只有400人返回南亚，其余的年轻生命里，1000多人用他们的尸骨加固了这条公路的路基，而更多人，如今，默默地生活或者埋葬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贵州问题头先看起上。11月11日，是马来西亚槟城每年一度南桥机工公祭的日子。抗衡日寇的侵略，追求每年的这一天，都有一位老人站在人群中默默地看。仪式结束后，就默默地离开。直到2012年，他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无法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终于被请上主席台，为自己的父亲领取奖状。这是老爸吗？老爸呀，啊，这个呢？这个是谁？老妈妈。老妈。他有时常说，他爸爸好像不管他们生死啊，这么年轻就去了。那时候他姐姐才1岁嘛，他才在读书，所以他说。他是不是他爸爸他们养大的？是外家，外婆养大。爸爸顾国不顾家，爱国不爱家。当时就是没有国哪有家，舍小家顾大家，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所以那首歌啊，就是告别南洋那首歌最后一句话：你不见，啊。这个尸横长白山，血流这个黑龙江，我们再会吧，南阳，我们要去争取最后一线希望。这是中华民族的春光，再会吧，南阳。
在哪里？这些年轻的生命，这些激昂的生命，应是所有华人心底永远无法忘却的纪念。而今天，母国的同胞们唯一能做的，是不要让这些献出全部青春、热情、鲜血、生命、理想、尊严、眷恋与信仰的人失望。故乡在远离母土的南洋华人心里，它的意义似乎更具重量。这里是广东梅州一个普通的乡村，这几间被翻新过的老屋是一个已经办了十年的英语补习班。补习班的老师叫廖乐年，来自马来西亚。他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长大，但有一句华文却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母亲都一定要检查他是否还记得的。When I was young, my mom insisted that I must always remember these words: 广东太埔床高八角 take care take 心疼。And at that time, I didn't know it was my home address. I think, and those are the words that brought me back here. Yeah. You expect a young man who has got his education done well to come back here where there is no future, it's not fair. If you come back here and farm like what their grandfather and great-grandfather has done, then I don't think we have a right to call them back. So this is why my work here now, I'm building up the village, I'm building up the economy of this place. At the moment, already a few young men has come back.They come back to become what I call, you know, modern farmers. People in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It's a different thinking. 时空善变，岁月流离，不断的政治对立与价值冲突，让许多南洋华人在几十年间与家乡隔绝。持续的隔离会导致不知不觉的遗忘。那唐山啊，这广东省九两人三尊于天心。福建省新疆背大的故乡。人生苦尽甘，
对桥的黄元聪。为胡建平、胡一年、上院区左院呢？福建省晋晋江关海镇西西湾乡。广东省吉阳人，好好欣赏阿里的里世界山条样。广东太湖长沟白港铁桥的尽头，广东省赵良恩。当新时代的门扉打开，当怀旧的乡情喷薄而出，我的家在哪里，成为众多海外华人心底的追问。而对于这句话背后几代人的守望与牺牲，中华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呢？他在铁路、金融啊和多个行业里头呢，在国内的投资都受到这个清廷的这个重视。这个不纯粹是一个瘟疫的问题，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俄国跟日本都有可能派军队来控制那个地方。只是孙中山主张实行宪政，不必回避暴力手段，他在政治理念上未必会跟孙中山很一致。